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来上课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是第十九期的迄个国际班吼，真无简单呐。那今日又是碰到台风吼，风台啦。哈哈，啊！恁大家拢会当安尼排除万难吼，啊来参加，这点我直接向大家表示敬意。咱即马吼，民即个咱的民政府吼，上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冲四千的学员呐，吼冲四千的。啊，这是美国伊即马甲你限制，讲你都爱超过四千个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一直拢步调拢行袂讲真紧安尼吼，一直拢会去拄着一寡迄落困难滴吼、哦，甚至也有迄落叛军吼、哦，背叛出去安尼啊，所以这四千个吼，那甲即马干呐？两千外啦吼，接近三千吧，吼、哦，啊一期我看差不多有五六十个安尼吼，有较傻逼死啦，有较傻逼死，吼、哦，啊，咱都卡步安直直紧直直行，事情去搞的时候就讲我搞啊，吼、哦，啊是属于像美国伊是，我呾咧配合伊美军吼，伊的步调啦。有一个步调的啊，伊也未遐，也未到迄个程度的时阵哦，伊就甲你讲啊，你事情的也未到。其实哦，伊那是凊彩呐，讲着讲好，安尼我发了发好，你用护照好你的时阵哦，安尼来去试一个，行一个安尼通的时阵哦，啊，马上嘛，你要几万的嘛有啊，真紧呐。我看甲年底要几万年嘛有，但是哦，这么大个代志哦，咱实在是插袂着。伊美国人有伊敢讲伊个步骤、伊个步调，咱只有敢来跟着他。但是这条路是一直行去啊，美国倒转来哦。啊，今日恁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哦，这事情的真困难的，其中的恁的其中的一个吼，实在是恁实在讲吼，我参与这个社会运动吼，已经足久啊，嘛真久啊，啊，但是哦，我是感觉讲我足有迄个自信的时阵吼，都是加入的，迄个时阵叫做福尔摩沙华丽建国会啦，一开始是安尼啦，哦。就是大约是2006年、2007年的时代安尼。啊，我直接没，我真的是很诚恳的安尼恭贺各位啊，祝贺各位。哦，啊，虽然今年第十九期吼，第十九期，啊，我是第一期的啦。
吼、哦、啊差差啊，刚才真两吼，啊，但是哦，有一天哦，那个一千空十九级的时阵哦，哦，恁这十九级都不得了了，好、哦、好，这可以期待的，因为啊，将来所有台湾的公务人员，拢总爱来加洗礼，拢总爱来加洗礼，吼、哦，因为你。已经经过六十几年的迄个洗脑的教育来的，已经跟你去灌输啊，拢总是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僵化的、迄、那个思考。你若无来这个所在吼，甲三温暖、甲冲吼，哦，拢总三两期安尼，啊，逐工安尼训你上过各位，您做离开做学生的时代嘛吼，我、哦、当然我即卖还阁是学生，已经真久啊嘛。一天要坐十几小时，尤其是今仔日呢，今仔日透早八点坐到夜晚十点，哦，夜晚还佫有迄落座谈会嘛，哦，啊，座谈会真重要啊，你得要从你家己的本身的、你的专业、你的能力啊、你的抱怨、你的迄落吼，爱甲恁的组、恁的酒的酒店讲啊，伊才知讲哦，这个人什么人，你的能力伫对，将来要分派工作的时阵啊，也是。马上才会当去了，啊，真艰苦，非常艰苦，哦，啊，过两期嘛，你即摆已经第二期啊嘛，吼，啊，袂开啊啦，啊，啊，有一天啊，即拢会当，咱哦辛苦迄个播种吼，啊，才会当欢喜收割啦，哦，迄个时呢，收割才是正港的收割啦，因为我。期待讲要台湾人要收割吼，已经几啊十年啊。当啊吼，用要卡嫩啊吼啊，但是都是个芝麻只，感觉哦，要特别收割啊，特别收割啊。伫迄个被迄个啥，迄个喜马拉雅山吼，迄圣母峰吼，已经第四站啊。伫第四站，各个人叫要登顶嘛，啊，要登顶总是足困难的啦，哦，足困难啦，啊，即马咱即马就是足困难的，拢会去拄着遮，个咱咱遮好心，嘛，甲你讲将真样好的迄个福音，咱这是福音，要讲互你听出，这个互你嫌臭臭过来讲，佮甲你笑讲你是痟的，哦，这，哦，我相信你拢会去拄着吼。哈、啊！我家己就是常常来去拄着这款，拄着这款的时阵哦，免插袂，吹白的，吹白的。哦，因为台湾民政府是只有干那要护你安尼尔，要护你，唔是要甲你提啥物啊？无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免甲你求啥，你家己无迄个福气，那是你家己的运气的问题。哦，啊，这是迄、那个。我心里有感哈、啊、哈、啊，啊，我今天要讲的是吼、哦，是台湾体育运动的回顾与展望吼、哦，这问题是足大的，这是足大的，这是足大吼、啊，我吼用我吼、哦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啦吼、哦，我介绍一下，无讲哎呀，这人都看了吵吵啊，好讲啊，台湾的体育运动吼、哦，其实我吼就是吼爱运动啦。吼、哦，啊，爱运动啊！我住伫迄个台北师范和平东路台北师范吼，啊，即嘛叫做台北教育大学啦，台北教育大学啦，吼、哦，有好几个大学合并起来呢，啊，就台北教育大学。啊，我行迄船湾路，行一条啊，跳过墙啊，落去都是台北师范的运动场啦。所以我若下课咧，书包拼咧，我就去运动啊，哦。足爱运动啦，啊，因遐有体育科嘛，嘛有体育科啊，哦，即摆都是体育科啦，吼，因个是啊，个是体育科啦，啊，我虽然是初中啊，因是高中吼，但是我拢甲伊创啊，逐工拢咧见面嘛吼，所以哦，会变甲足趣味诶，做伙啦，啊，因咧训练的时候，我拢甲因训练，吼，啊，因咧寒训，特别是叫寒训。迄我印象上深刻，韩信就是过年过了吼，啊，一寡迄落算酒，因好好算出来算酒，都爱等伊好好，啊等伊好好咧时喏，啊都爱做韩信，
啊，韩剧我嘛去甲因参加咧，我是囡仔，你是唔知囡仔呢？啊，嘛去甲因参加咧吼。啊，迄个老师吼，就是叫做吴万福老师啦，吴万福，哦，阿古，我那个头下骹弄个阿古来阿古来，吴万福老师，阿爷哦受基本教育，哼，足厉害咩？足厉害，阿爷。伊个训练方法哦，我即马就知影讲，哦，迄都是运动科学啦。伫六十年前的时候，啥物叫做运动科学？运动啊，有啥物科学？就是人，迄个时候就是安尼。啊，我是咧专攻一百两百，哦，一百两百，啊，甲两百几呐，哦。我讲你走，我都就啊，你个走都好啊，你讲你个走，你个走啊，那连气泡安就好啊嘛。那是什么？我都在压鸡蛋啦，吼！啊，你那个卧推啦，啥啊？那深蹲啥，当拢有啦。哦，这是要创啥呢？吼！啊，我都在做迄个健，吼，这，你讲，搞不好我是知影讲，哦，这就是训练你的肌肉啦，你的肌肉力量嘛，哦。啊，在做间隙跑，走两百，行两百，走两百，到两百。爱走十年啦，走到耍了时阵吼，时间差不多点外钟久，免两点钟久，啊，人都拢无体力去啊，哎，训练心肺、心肺啊，吼，哎，阵人咱会知影，两百、七百都呼一个，一口气都要甲走去啊嘞吼，啊，现在讲有影，七百公尺那我都一口气，吼，嘿，啊，来训练，迄个时阵哦。并无接受啦，心理上排斥。我牙当牙啊，不是也是三 T， 咩欠三 T 的人去牙都好啊。什么我咧做一百啊，咧练只三 T， 哦，迄个重量训练啊，咧啊，心理是排斥啊，但是老师规定你安尼做，啊，你都乖乖的安尼甲做。我啊就连刷，弄东西差三礼拜。三月来刷了时，阿哥刷就3月29号，吼，诶，迄个中上联运呐，迄个时叫做中上联运，吼，大专的诶，小初中呐、国高中呐、大学拢合作会一个运动会，叫中上联运呐。啊，即马分开啊，即马叫做全中运、全大运嘛，吼。啊，我迄年吼去参加。哎，提一块金牌啦！哦，提一块金牌，我唔知影是啥，我哪会去提一块金牌？我唔知啊。结果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！迄块金牌哦，迄东西哦，六十年前哦，无忌惮啦。唔是嘛，你若全中运哦，你若电竞哦，提一块金牌哦，我讲你神经更中意嘛，伊嘛好你注意咧。哦，我即嘛知影，我足强咧。啊！迄东西哦，无记得啦，哦，啊，但是哦，我有经过专班迄个运科的训练，运动科学训练，有吴万武老师。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心灵哈，无心念，但是50年后、40多年后，我咧做国家队的教练的时阵哦。哦，我这足好用诶，吼，真好用诶！我是空手道啦，空手道吼，啊，我自1982年就做国家队诶教练，啊，到1994年吼，亚洲运动会吼，亚运吼，接受空手道作为正式项目啊，啊，我自然就变成遐诶总教练啦，吼。代表队阿文总诶，代表队哦，我会记1994年是伫希罗西嘛，广岛亚运，还有我第一次参加亚运哈，做教练啦哈，哎，因为你这康丘德这物件吼是迄个东方诶，迄个古老诶一个一种诶武术嘛，所以你对这个新诶迄个科学诶迄个诶观念吼。模模糊糊啦，哦，而且
你咱亚洲的运动是，而且武术就是为印度来嘛，啊来个中国嘛，啊中国了后顺就去走，走去奥克纳瓦，啊为奥克纳瓦就去走去日本去啊，吼、哦，抗战都就是迄个延续就是安尼来啦，啊啊伊迄、那个迄东西哦，因为我甲这个。迄、那个纪政吼，纪政我该真熟啦吼。啊，我着去遐，我第一遍做国家队教练，我惊讲去到遐吼，误人子弟啦。我着去请教迄个纪政讲，哎呀，别安怎只会当安尼成绩会好安尼？啊，伊着甲我教，伊着甲我教讲，你要来重量训练，哎、欸，重量训练，哎、欸，我因为都做过啊。哦，啊，你做爱做迄个间歇训练，我啥呢？哦，这是让我用过，四五十年前我拢做过啊。啊，我在漳州吼，漳州从那个运用迄个代表队来的，迄、那个培训的，伊、那个阿文哦，拢培训拢要一年啊，起码一年啦。啊，拢伫左营啦。啊，伊对阵哦，也过伫台北这边，哦，伫迄个桃园遐嘛有一个培训啦。啊，迄是南训，高雄迄个左营迄是南训，啊，这是培训。啊，我伫台北方便，所以拢伫迄个桃园培训。啊，我就将这物件甲藏落迄个国家队的训练。哦，马上去用反对个。啊，我的迄、那个我咧做教练哦，我的迄选手吼、哦，有一个哦是我的先輩呢，我看就都是先輩呢。啊，伊年纪比我较小啊，吼、哦。因我甲伊转行诶时阵，喏，较慢啦。啊，伊就甲我反对，伊讲潘，你投入要创啥？我是来遮要练空手道啊！你叫我来遮咧练咧，迄举重，我都要做，毋是要做举重咧，举重选手啊！啊，佮叫做运动行多，直直走，对不对？我是要做田径选手，我是要咧做空手道选手啊！嗨，好，先輩，安尼教官来安尼，啊叫教官落来安尼舞落吼，啊，迄个时阵是伫左营啦吼，会使啊吼去练哦，穿一领大衣，迄大衣吼是领几啊公斤呢，啊，规身躯拢汗倒来啊，啊，你来个换下晡落来个换一个，啊，迄汗变安怎啊？迄大衣都爱洗嘞，哦哟，就安尼舞吼，啊。规工安尼舞到尾啊，说无物件通练啦吼。啊，说咧练迄啰擒拿啦，我就在去看因安怎咧创。结果，甲迄阿妈，迄、那个先輩过来找我讲，哎，你咧讲迄套吼，敢若袂歹呢？哦，安尼好，安尼明仔开始教我个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那教我安尼训练咯。啊，结果吼。诶，迄届阿文吼、哦，我就摕一块金牌啦，哦，非常无简单啦，哦，啊，我就是有受过这个运科哈、哦，运动科学迄个洗礼啊，这都是伫六十年前，我都已经有接受过啊，安尼，哦，啊，我一生哦，就是只有敢希望讲会当安尼做一个做一摆，迄落啥国手啦，吼、哦！咱即摆所在啊，台湾都无国免有国手，但是吼、哦，已经国手讲几啊十年啊，哦，爱做国手，但是吼、哦，电竞来讲的时阵吼，那我即款身材吼、哦，跑一边去，是徛边啊，无你没有轮到我的余地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所以我都无法度，始终无法度做工。做一个迄个电竞的迄个国手，啊，我想讲，你要我三十啊咧，运动员啊，三十来，这三十来，你都无啥物希望啊啦。啊，到尾怎啊？但一九六八了，1968的时阵哦，迄个空手道到台湾第一次开发这个空手道啦。哦，我想讲，这。想足久啊，因为啊，看迄个007有啊吼，哦，史恩康那来的有啊，迄个007，哇，伊内底有介绍康州多啊，
我的心神啊，我世间有这么好的武术人，啊，那台湾无，好不容易等到有了，我看到那个广告呢，马上去报名，马上就开始训练啊，用我一套，用我所会晓一套啊，家己训练，自我训练安尼啊。人一礼拜是练三工啦，我一工练三摆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因一礼拜是三工，我是练六工，啊，我一工来你阁练三摆，包括家己自我训练，啊，下再是透早去练上头一班，头一班的课，啊，再去上班，啊，上班了，迄中间哦，因为我的工课，我拢爱走海关呐，啊，拢是走海关哦，所以我是爱走海关呐、啊，台湾银行啊。哦，啊，去迄个办迄个进出口的代志，啊，所以我有迄个时间会当我甲你控制，三点就可以练三，那安尼练三年啦，练三年。哎、啊，伊家讲要选迄、那个要参加第二届世界的比赛，啊，迄个时喏，经过迄个讲就都改吼，伫全世界还是伫台湾吼，拢系一个初创期啦，初创期，好、哦。啊，所以讲要报迄、那个，迄阵啊，国内都还阁无全国性的迄个比赛啦。啊，但是有选拔，讲要选拔，啊，我就去甲选拔。啊，真有幸啊，都叫我选掉啦，叫我选掉，拢总要爱六个人啦。啊，我其中一个安尼。啊，做选手，安尼都打吼，到尾都去日本嘛吼。伫1971年。六月十几个款去东京参加迄个伫东京迄个武道馆武道馆，吼、哦、要世界赛办一个世界赛，啊因为遐是第二届年初创，所以才17个国家参加尔，17个全世界17个国家尔，啊即马唔是咯，吼吼，即马世界赛吼。那派选手去比赛，大概差不多一百个国，哦，啊，无派选手，但是有去参加会议，因为每一遍的世界赛，拢一定有办，同时办一个世界的迄个委员会啊，呢，吼，拢会迄个委员会，迄拢差不多是百五，而且。啊！即参加吼，参世界参加即个空手道的即个国家吼，加即个卡球啊，加即个迄个萨克吼，加迄个萨克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所以空手道是世界足风行的，但是伫台湾吼无风行啦，叫迄个跆拳道拼啊呢吼，啊，我遮都无好，我对面呢。诶，迄个协会理事长哦，无用心，无用力啦。啊，咱都无阿多啊，人迄跆拳道为军中发展类啊，就经国讲诶，为军中类发展呐、啊。哦啊，所以伊跆拳道做啊真好。哦啊，但是呢，伫世界来讲，吼、哦，拢是空手道天下。我定着带队去澳洲去做迄个异地训练吼。去做一律训练，一律训练哦，你那有迄个参加亚运还是奥运吼？啊，迄个培训的中间哦，拢会使安排一摆至两摆的迄个到国外去迄个一律训练，啊，时间拢真长，拢个外月两个月安尼，吼，啊，伫澳洲啊，根本啥物好多跆拳道伊拢无人知影。啊，有诶是怎样呢？讲啊，这是差不多甲空手道比起来，差不多10分之1尔，一人尔啦。但是哦，体育都是政治啊，吼、哦，人诶韩国迄个金元龙，迄个世界主席，有法度用政治诶力量哦，怎、哦、啊？将迄个奥林匹克迄个委员会拢总甲没收啦。用国家的力量，国家的出钱，那个韩国人足敢出钱，怎个买？迄个印度用迄个汉城亚运啊，不，汉城奥运哦，汉城奥运的时候喏，迄个奥会都拢会来嘛。啊，萨马朗奇哦，迄叫做沙皇啦，沙皇啊，
伊是敢若皇帝呢？伊奥林匹克是等于伊另外一个世界呢，拢总爱听伊，所以的外号叫做萨皇。吼、哦，哎，萨皇伊种啊，迄、那个韩国哦，就透过这金元龙哦，就那个把萨皇因一家伙用个动作敢若皇族安尼。安尼个皇太吼四个月啊！哦，这个三个人是都足欢喜的，所以哦，讲台湾都要进入奥林匹克，就是萨皇提出来的呢。我韩国台湾都讲要进入奥林匹克啊，啊，有人反对无？嗯，萨皇敢反对？遐委员拢是伊指定的呢，遐理事啦。拢是伊指定的啦，啊！你敢反对伊吗？伊若反对伊啊，美女你就不必来啦。哦，安尼一提到吼，地位足高的呢。哦，咱台湾嘛是一个啊，吴经国啊，哦，他什么都不会做啊，伊薪水啥，那国家拢爱甲饲啊，好些，哦，啊，伊代表就是迄个。迄个我奥运呐吼奥运会啊，哦啊咱个国家嘛就叫国家奥运会啊，啊国家奥运拢爱听伊个呢，哦啊国家奥运嘛就拢爱有编列预算呢、啊，哦所以就是安尼入去啦吼，这是题外话，啊我就是安尼1994年98年，98年是伫曼谷亚运用空气都阿无阿多进入。奥林匹克啦，尤其是这台湾都吼入去了，我那阿个困难，所以讲只有加阿文呐，吼啊了阵2002年第一个釜山亚运的时候，刷了阵我已经六十多啦，那底下吼底下咧做迄个教练会议的时候，我拢做老大啦，吼我拢做老大啊迄个，所以想讲，我迄当年啊，带队出国去，出去哦，拢爱一两个月啊，迄足忝的。当来台湾的时候，病啊倒了嘛，是拢倒两个月啊，拢未恢复呢。嘿，我想啊，迄个时不我遇啊，哦，时不我遇，啊，就转宣布退休了，还没退都2002年，都啊，迄个釜山亚运结束。我就宣布搞完呢，协会就讲啊，我就不再当国家队了，我要回到基层里面，那个培养，因为我基层训练出来呀，基本拢是中国家里诶国家队的总栋梁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想讲教好别人，因免训练咯，因自然就会家己诶迄落啊，啊，我然后再回到基层。回到基层啊，慢慢啊想讲买迄个，结果我想讲，我回到基层啊，结果吼，我想讲有这个好的制度吼，吼，迄阵啊体委会安未来的时喏，迄、那个体迄阵啊叫做体总哈，体总设计真好的诶一个制度吼，叫做国光奖章啊，伊阵啊将迄个吼，甲英国无共款，奖章无共款，就是将教练呐。佮列入迄个序奖，佮选手同款，佮像选手个选手提金牌，看我哩提几百万，还是讲几千万，而且教练嘛同款提，但是教练唔是一个人提啦，伊都爱为伊个迄个启蒙教练嘛，吼、哦，啊伊生长的过程有初中啦、啊，啊、哦、高中啦、啊、大学啦、啊，等，哦你啊，古早啊国手来差不多拢是大学啦，吼、哦。迄中间有捌甲伊教过，迄种叫做阶段教练。啊，你后最后你选调国手，还是中国手伫做样的时喏？啊，遐训练时喏，遐个教练叫做带队教练。带队教练，啊，你的这奖金吼，你都爱吼公平分嘛？爱有迄、那个为基层啦吼，哦阶有一个启蒙啦、阶段啦、带队拢爱叫比例来从嘛。人拢有设好啊！啊，这个体委会吼，这体委会起来了啊，1997年呐，1997年挂牌，
嚯、哦，伊就挂牌，迄、那个民进党就讲，要个要个拆落来，吼、哦、啊，最后就协调就是讲，啊，看接落去迄届啊，阿文吼，伫曼谷亚运，看成绩安怎，成绩也无好，撤销，美国啊，白美国啊，拆到两岸就对了。哇、哦，所以迄体委会，哇、哦，足认真诶啦，嚯、哦，大家拢安尼，逐工，大家拢伫两个训练中心吼，都安尼。哦，对家教练哦，啊，对家选手有够好啊！迄年哦，创下哦有史以来台湾的体育运动哦，第二年金牌上个侪。英国哦，伫1994年以前28年中间呐、啊，零金牌，无唔捌摕到一块金牌。甲1994年这个办法实施落了时，喏，马上摕7块金牌啦，哦。啊，七个金牌了，都大家摕啊欢喜啊！哦，我家的教练都真正认真的投入来训练，将伊从那个中上盖好的吼、哦，的方法来个训练，哦，个1998曼谷亚运的摕19块啦，迄就是台湾的运动史来的啊，上盖辉煌的时代。迄个时喏吼。都迄个所谓的教练吼，要爱选手吼，哦，真方便呐、啊。真侪选手要来，因为是哦，拢爱去啊，迄个家长拜托个，拜托都唔当迄个，迄爱继续练呐，啥？哇，阮囝都要考试啊，哦，要读国，大概进入国中啊，要补习啊，那因为是安尼。啊，伫迄个时代的时喏，因为选手大家提。嘛，提奖金啥提个足欢喜个啊，啊，佫足荣耀个啊，哦，媒体啊，报道啥，所以大家拢甘愿要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个家长嘛，要互囡仔出来训练，起码，好、哦、像王建明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还是什么郭，起码郭迄个吼，嘿，起码都邓来迄个吼，嘿，郭公子，嘿，伊拢是迄个时代。阿个囡啊，出来了，哦，啊，迄个啥？郑亚妮，哎，郑亚妮，我拢有看啊，伫迄个台，迄个北部训练中心呐、啊，啊，有一顿迄囡仔，囡仔屁，查甫啊，有查甫有，哦，迄查甫囡仔都足高水个啦，啊，大家拢足高水个，因为拍高尔夫哦，迄家庭拢真好嘛。啊！这囡仔吼，拢足够注意啊！查甫拢真迄落，拢初中囡仔，啊，拢教阮大做伙啊！吼、哦！啊，遐个就是训练出来，就是起码就像曾亚妮安尼啦，哦，啊，什么詹永然呐、啊，啥拢是，对，迄个时代吼、哦，累积起来遐啊，一挂迄落好手啦。啊，个2002年吼，这体委会吼，这要求的这，一转吼，因为啊，伊伫迄个2008年的时阵哦，因为奖金发过来用啊吼，啊中间拢会发生一挂迄个冲突啦，有诶教练讲，我嘛有啥啊，安尼，哎，你就体育这个物件，各单项诶，因有各自的文化啦、伦理啊、传统。无共款，所以像阮都无问题啊。咪主持人就是对话，哦啊个甲外个中学生拢对话，啊我个做国家队的教练，那往说一系列都拢无问题。啊，别个有诶单项哦，像拍网球的啦，哦，拍网球、拍高尔夫的啦，哦，迄个因诶启蒙教练拢啥人哩呐？拢是爸爸啦，拢伊家己个爸爸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你开始要学拍球的时阵，拢是爸爸爱拍球啊，啊，囡仔带来的哦，都要看久了，伊也想要拍啊，啊，就一拍过来，这个囡仔袂歹啊。所以启蒙教练哦，就是靠老爸嘛。哦，啊，格摆甚至于讲，伊格摆咧要拍个真好啊，哦。啊！要拍入去迄落职业赛，啊！职业赛吼、哦，都爱一世界全世界安尼去旅行呢，去累积伊的迄个伊的积分呐、啊，伊的积分，啊！钱上面出老爸呢，老爸出呢，
吼、哦，啊，结果这个体委会吼、哦，伊无来无去吼，怎啊将迄个奖章吼，怎啊敢改？怎啊敢改做吼？以后所有的奖金拢给迄个第一的左营还是培训中心这些教练拢因摕。嗯，安尼，你想敢有公平？伊遮来个左营遮吼，拢是本来就是国手嘛。哦，伊敢出事就怎啊做国手？无嘛，伊就爱为基层安尼啊，直直拍起来啊。啊，遮教练因怎拢一手拢通通不要，干哪会的？安尼因较好做代志。嗯，但是你这个公平性都无去啊嘛，那就是腰斩去啊嘛，哦，啊，就那迄个哦，我遐还做呀，去甲做呀，遐选手，那不是国手就是中国手嘛。我想知呀，我就是做呀，总教练呐，我乃唔知呀，对吧？好、哦，我就足气的，我那怎啊去到怎啊去甲告体委会？2006年，我告体委会，哦，而且体育处内底吼，无人敢来做，无人敢来做，头一遍，啊，我叫迄我迄同伴讲，搬啊，你安尼啊闹开啊，什么告什么体委会，我讲你点点，我要甲告，哦，啊，结果输啦，伊讲伊有照迄个法律的规定吼。啊，讲过过，讲啥？你当时去讲过，我拢唔捌听过。啊，伊讲我讲过伫迄个行政院的迄外口迄个公布栏呐。请问恁各位对一个捌去啊迄个行政院，吼、哦，诶，公布栏去甲看讲，诶、欸，啊，起码我啥物迄落无？你敢捌？敢捌？根本都无嘛无。啊，伊即个做迄个法律漏洞啊。我拢唔知啊，体育界人拢总唔知啊。我做一个总教练的人都唔知啊，个其他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啊咧，伊讲安尼，伊有照法律的迄个规定吼，安尼啊照安尼行，所以我输啊。啊，输哦，我都嘛无多啊，啊我嘛是接受，吼、哦，但是已经表达了我的愤怒哦。啊，个这都接不完啦！哦，啊，都底下时无啊久，我就去跟林博士吼熟识，林博士，吼、哦，咱的秘书长啦吼、哦，我跟熟识啦，吼、哦，啊熟识，哟，啊林博士去告美国啊！我心肝内想，我们的这些人哪下好大啊！啊，我跟想讲，啊，我跟你嘛是同款啊，足好大，敢去告体委会？林博士去告，吼，伊个高一级，高好几级，去告美国总统，哦，这我拢差不多啦，就拢差不多啦，哦，啊，迄个了吼，干2010年的时阵，2008年就成立咧台湾民政府嘛，吼，第一个我要记第一个公务员什么养成中心啊，是啥训练中心。伫迄个台北个迄个新生南路遐，哦，现在底下成立啊，哦，爱东西哦，迄个陈汤山呐，吼，啊，迄个彭明敏啊，拢有来啦，也拢有来，彭明敏嘛，去你做第一个演讲个呢。啊，个2010年个时喏，突然接到消息讲，爱成立内阁啦。讲吼，要需要他们啊，无偌济人啊，恁要成立什么内阁？吼、哦，啊，你莫说，这足重要，足重要。我因为美国吼，伊是因咱台湾唔捌成立一个政府嘛，咱从来无迄个经验嘛，吼、哦、啊，伊要跟你合作，伊要跟你指导就对啦，吼、哦。但是更加重要就是，伊要看你有迄个能力啊。看你的能力到哪里啦？你哎，我、哦、你敢告啊？吼、哦、啊！这个人你的能力实际上是怎么样？我叫你阻隔嘛，啊嘞！所以足重要啊！所以林博士是讲，伊怎啊催我？伊知我的我迄、那个我运动的迄个背景吼。伊讲哎，
我想你来接，你来接迄个跳步，我马上讲 OK， 因为我这个体育的内底吼，一寡迄啰古古怪怪的物件，诶，代志我看太济了，太了解。我也捌，我伫迄个体育的迄个最低潮的时代，我嘛拢伫内底。啊，最高潮的时代，我嘛是拢伫内底，所以我真了解。哦，我拢接触的拢是遐观战的嘛，所以我真了解，我马上就都给他接下来这个体育部了哈。啊，但是哦，我今年啊70多吼，实在是脑血了吼，就是退学背景吼较好诶吼，迄落来，我宁愿让给人家，我来做我迄个退休老公寓，迄个老人吼，安尼较趣味。不过这是题外话啦，这台湾民政府哦，那无阿未接疫情哦，绝对要坚持呀，吼，在里坚持啊。就我个人的讲啊有够多吼。安尼我个人呢就介绍给大家吼。啊，开始要进行迄个台湾体育运动的回顾与展望。我首先要解释一下。体育运动，吼，什么叫做体育？什么叫做运动？什么意思？这两个到底是什么？既然是运动，为什么又有体育？好，啊，那体育啊运动又是什么？好，啊，我底下稍微做一个概述的哈。这个体育运动哦，这个运动就是讲代表的是人类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活动。即个活动，吼，啊，即个活动呢，因个表现是伫迄个吼竞赛，哦，竞赛、竞技、比赛的时阵哦，即个活动叫做运动，都是运动。啊，那即个活动是表现在教育、学术、学术的。啊，是学校的教育的时阵哦，叫做体育。哦，我都用咱一般来讲哦，体育大学、体育学院、体育系，哦，拢较无人咧用讲运动大学、运动系，较无人安尼讲，唔是袂使啦，唔是袂使，但是较无人安尼讲。哦，啊那运动就是讲，哦，就全国运动会啊，即两天啊都要开始啊吧。应该就会开始啊，伫台北，哦，全运会，迄个也是讲亚洲运动会，它的全名叫亚洲奥林匹克运动会啦，好，哦，因为拢是奥林匹克为主办的，各州的每一个州都有一个奥林匹克。而且，奥林匹克的主席，刚才去是迄个科威特的一个皇室啦，皇室哎，啊，因为主办的啊，咱简称叫亚运嘛，咱就亚运哦，啊，奥运就奥运嘛，哦，啊，迄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，亚洲运动会啊，那这。体育跟运动哦，它之间的那个差异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而已的。它表现在什么样子的时候叫做体育，什么样子的时候叫做运动，哦，大概我稍微简单解释一下。啊，就我就讲，啊是表示诶是咧表现人类诶什么活动？我都叫我讲过，我最原始的运动诶一个活动。什么活动？就是讲人类吼，本来是用四脚咧行嘛，甲狗同款嘛，吼，猩猩嘛，吼，到尾伊突然有一天突然徛起来，用两只脚行，啊，就变成人类嘛，本来就是人猿嘛，啊，就嘛变成人类嘛，啊，伊逐天爱做的一个物件就是啥？求生啊，求生，伊都爱去摕物件来，找物件来食，食野生野久，吼。
野草吼，等等。啊，这个，这就是活动啊，这个活动。啊，即嘛吼，伊哦，因为迄个虽然是食不起，原来有需要的迄个蛋白质啦吼，但是伊的蛋白质啊，较粗糙，较粗糙哦。啊，你较粗糙的时候，它需要那种比较精致一点，因为爱食食足济咧，伊即嘛爱精致一点，都爱食肉。好、哦、肉类，所以呢，伊要食肉的时阵哦，伊都爱去拍啦，啊去打猎嘛，啊叫肉通食嘛，哦，啊拍啦拍啦，有当时啊，买叫拉拍去啊，哦，啊即款经营的时阵哦，我们就把它设定为吼、哦，人甲兽咧斗的时代啦，迄就是迄嘛是运动之一，人甲兽咧斗。哦，啊，即嘛，这是一个上基本的一个求生的一个活动哦。啊，慢慢的人类吼、哦，伊在滴进化，滴进化的时喏，啊，为个人一个家庭啊，变成一个宗族宗族，哦，啊，慢慢个变成一个迄个民族。咁啊，就是一个政府，咁啊，是一个国家嘛，伊个滴滴变化，开始演滴变化，对时间当然是啊，过了千年嘛吼，啊，这个时喏，开始都安怎，开始人甲人咧斗啊，对不？你为着你这个种族会生存，还是讲要发展，拢都爱去侵犯别人嘛？还是讲人来侵犯你的时候，你都爱抵抗嘛？哦，安尼，这个时阵哦，开始都为人甲兽斗的时候哦，会慢慢进化个人甲人咧斗的时阵，哦，啊，伫这个时阵呐，伫过了千年前，三千几年前的时候，伫澳洲有一个种族哦，伊真爱思考物件。哦，啊，思考物件，啊，伊个思考吼，就诶能力足强。伊家里种，常常咧斗，常咧斗，人甲人咧斗，啊，呾抬你抬我，我抬你，啊，常常拢有死人咧。哦，啊，有死人个时阵哦，上可怜就是做老母诶，做老母诶，你靠讲啊，冤家去送去抬将抬死。到处拢有迄个老母咧哭的老母，所以哦，感觉讲啊，安尼咁好，安尼唔好，啊，无咱来想一个办法好无？看，同款嘛是爱来斗啦，啊，看有啥物办法，吼，会当达到迄、那个迄满足你迄个斗的迄个作用啊，甲你的迄、那个荷尔蒙的副作用，满足你的荷尔蒙，叫你都爱斗，爱的尤其是查甫人。哦，查甫人诶，雄性荷尔蒙特别多，哦，所以足爱斗诶。哦，啊，查某人都无啥物雄性荷尔蒙，诶，伊都袂斗啊。所以世界和平吼，拢爱靠查某人啦。哦，啊，若要战争，拢爱查甫人。啊，因即马伫研究咧，讲看会当安怎，好在即个即个做老母诶人吼，看免多咧，咧哭。啊！但是嘛是会当透过这个道哦啊，原来会当得到你的荣誉啊，你的目的哦啊，加你的斗性哦，满足你的斗性啊。但是未死人啊呢，啊，因就开始咧思考哦，思考这个问题。安尼吼啊，我暂时讲到这，啊，好，大家休困十分钟久。哦，啊，我再阁继续讲，引导这是安那思考出来，吼、哦，好，安尼嘿，各位下完车，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。